马上来看到今夜最新消息，今年第一次超级满月在今晚的7:52登场，而且是又大又圆，市面积和亮度都比平常多了12%，吸引了不少天文迷观赏。而这次如果错过的话，其实还有一次机会，因为今年有2次超级满月，下一次是7月14号，到时候月亮看起来还会更大更耀眼。银白色的光泽散发神秘的气氛，在路上抬起头就有机会看见这又大又圆的月亮。14号晚间7:52，超级满月登场，跟地球相距不到36万公里，不止视面积比平常大了12%，亮度也增加了12%，在夜空中缓缓升起，明亮而美丽。不过台北的天空云层有点厚，不少民众在街头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满月。今天出门的时候就有大概找一下，可是就看一下都好像找不太到它在哪边。我其实也没有看到，但我有知道这个资讯。如果这次没亲眼目睹，错过了还有一次机会。台北市立天文馆表示，今年台湾上空有2次超级满月，下一次就在7月14号，月亮看起来还会更大更耀眼。天文迷们到时走过路过，记得抬头欣赏，可千万别再错过。谢宗报道。